嘉宾来到现场，来，有请两位好，两位好。确实有目标而来的。第一桶金计划书。左打左枪，三上回望，耶！冲冲冲冲冲，宝贝儿冲！有人漂亮，漂亮，好球，乖！哇！完美！我们的创业基金已经有了1块钱。耶！很遗憾，答错了。拿到钱不要轻易梦想之墙。所有看节目的朋友，不管现场我们的嘉宾能够累积多少的红包奖金，我们都会等额换算成线上的红包，也就是说他们能拿走多少你就可以分享多少。所以各位千万记得屏幕右方有一个抢红包按钮，不要忘了去尝试一下你的运气。当然了，好运不停，福利也不会停，这里还有一波弹幕福利等待各位。发送弹幕君乐宝简纯抽简纯酸奶，发送弹幕求求了好运赢爱奇艺会员代金券。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帕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纯零蔗糖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欢迎这一期梦想之墙的参与嘉宾了。这一组有一点点特别，因为他们在来之前呢就已经吵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以下这组短片咱们先认识他们一下，请看。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船开出去它停不了，它只能向前，谁也不能阻止我们毕业成立工作室。我对团队负有最重大的责任，因为我才是团队最大的领导者。我反对毕业就成立工作室。你就是个土狗，拿你的你这么多人陪你玩，我这么多年你对得起大家吗？都说完了，说完了我有话要说。我要考研了，这次好运梦想之墙的计划书是我最后一项工作。这还是个有剧情的短片，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梦想之墙的嘉宾来到现场，来，有请。二位好，给他们鼓鼓掌好吗？来，欢迎他们来到现场。我应该怎么称呼二位？大家好，华儿老师好，我叫陈彦达，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同时也是一名这个短视频的创作者。哦，彦达。大家好，我叫夏天，就季节那个夏天哈，名字好记。然后我是他的一个兄弟，也是这个短视频的合伙人，然后也是他力捧的男一号。对，我们的男主角这是。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以刚刚那个是你们拍摄的短视频？对对对，就是我们这几天拍的。哦，是个剧情类的是吧？对，就看上去就是很真实啊。这个就是我们翻拍的《中国合伙人》的一个片段啊。对 对, 对，虽然是演的，但是每句台词都是我们真实的处境。所以你们快毕业了？对对，也想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我想。你想？他不想。他我发工资，我钱想钱想。对，我先问一问，你们手上带的这个是短视频里说那个计划书吗？哎，对对对，是。对对对，我可以看看吗？啊，可以可以，没问题。谢谢谢谢，还真有计划书。对对对对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就是为了参加这个节目先准备的。哦，你看亮成短视频工作室好运梦想这第一桶金计划书，来这儿拿第一桶金了啊！您可以浅看一下，就是里面有一些东西。赛前准备部分，颜值备忘录。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来节目嘛，可能要注意下形象。他们一群人都是很邋遢的那种，我就稍微备了一点点，让大家形象更光鲜亮丽一下。哦，你看这个颜值备忘录包括了男士正确护肤步骤。温水洗面奶，水面霜早晚各一次，怕他们不知道，要求挺高。还有赛前沐浴更衣，记得换一双干净袜子。你们平时看起来是不经常换袜子？第一次换袜子的是。这个计划书啊很详细，包括了赛前准备、赛场技巧、赛后分红。说实话，赛场技巧这个部分我不太关心，因为这里边呢，它有实力也有运气，对吧？对对。咱们说说赛后分红，你先告诉我，你们打算目标是拿到多少红包？目标就是小小的20万吧。就是其实我们研究了一下，调研了一下，就是成都的工作室一年可能就得10万左右了。对，再加上就他们包括我们切舞团啊，都属于人才啊。说实话，就他们放到社会上，这个工资一个月1000块钱起步，属于是。1000块钱，这太小气了吧？这两位是亲友团。对，左边那个是袁奇的。每次给他拍视频没有片酬的，免费压榨我的劳动力，占用我的课余时间。夏天也。
深受其害。对对对，这位是幕后的摄影师。您是摄像是吧？对，平常就帮他们拍视频嘛。你们都是同学吗？对，都是同学，室友，室友，兄弟。哦，明白了，明白了。欢迎你们，咱们给他们也鼓鼓掌好吗？来，欢迎你们来啊。十万块钱，大概包括了工作室启动的资金，是吧？对对对。房屋的租金，稍微还一点工资什么的，还可以盈余一点工资。对，就结一下这几年拍的视频的劳务费，劳务费结一下，可以先变点线，是这意思吧？对，是明白了，就前期的努力来我们这骗钱来，不是来我们这捞钱来了，哎，对，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开始了。好，没问题，迫不及待，祝你们好运。来，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部分，好运从天降，开始了。这一轮红包池最大金额是5000元。五千元。首先，第一题。在冰壶比赛中，刷冰员会用刷子在冰上来回摩擦，控制球方向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简单。A 减小摩擦力 ，B 增大摩擦力。锁定了 A， 很好，漂亮，他们很从容。接下来看三个球掉，一个掉进了1块，一个掉进了2000。哎呀，差一点。有个2000，有个2000还不错。你的工资有了啊？可以发我的工资了。两个人拿到2002块了吗？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答对了吗？完美，回答正确，还是有过硬的知识。啊，这也没什么问题。目前累计2002。来，第二题，听题。君乐宝简纯酸奶制作过程中，用低温除菌而不损失大部分营养的是哪种方法呢 ？A. 巴氏消毒法 ，B. 紫外线消毒法。来，快锁定一个，马上要到了，快！来，锁定一个，快！来，2000，快锁定一个，来，1000，加漂亮！这一轮他们的三个球掉落的红包金额是4000。哇！别，还没确定是不是对。我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这个，这道题他们答对了吗？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再累计4000呀！以第一轮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成绩了。目前他们累计到的金额已经达到了6002元。让我们继续，很棒，不错。第三题，听题。鸡蛋怎样摆放能延长保鲜时间呢 ？A. 大头朝下 ，B. 小头朝下。迅速选择了小头朝下。然后现在我们来看，有一个球，还可以，完美，2000，我觉得可以了，2000，还可以，好嘞，我们看看答对了吗？来，答对了，完美，哇，看完，哎，现在累计到8012元，可以，我也很满足了，可以走了吗？你们目标是10万，这还不到10000呢啊。第四题，听题。我们常吃的雪花牛肉中，雪花指的是牛肉的什么成分 ？A. 蛋白质 ，B. 脂肪。脂肪，哎，这肯定选择了脂肪。5000，2000很好，第二个10块，还有一个，好的，漂亮，不错，完美，不错，可以。每一轮几乎都有一个三位数，这已经非常理想了。雪花指的是脂肪吗？来，这道题他们答对了吗？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再加上3010块，目前这一对兄弟已经累计到的金额是11022了。很好，很不错，可以，增加难度，太简单了，飘了。第一轮最后一题，听题。我国传统的旗袍领口设计一般都是怎样的 ？A. 右襟压左襟 ，B. 左襟压右襟。哎，我选 A了。选了 A， 2510。左呀右啊？他俩有不同的争议。对对对。燕达选的是 A， 并且最终抢先拍了是 A。对。夏天要选 B。啊。你俩意见不一样。错了就是他没文化，因为我有文化。你是会这题的吗？我觉得我会，因为我觉得就这么穿的。啊，完了，对不起，没考虑你的感受。没关系，洒洒水啊，这有，我们有底气。有吗？有底气选 A 吧。这道题，他们俩答对了吗？对不起，夏老师，
回去给我包红包，2510。没事，从你工资里扣。所以现在第一轮你们得到的是8521的红包，也还不错，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来，还可以。最后那道题有点遗憾。确实，他你打啥嘛？你打真的是让我来嘛？没事，后面舞台全你的，看你表现，我告诉你啊。可以。你俩答题上有点争议哈。对，我真在分析，还左肩右肩呢，在那儿，结果他就开始选了，我就寻这题谁会呀、啊？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团队当中的一种特点，叫互相推卸责任啊。挺好，见笑了。我看到你们的计划书里面是有写的答题的技巧。对，是。之前看过我们节目了，对吗？对。好，现在你知道了，到第二轮的时候要把你俩分开，一个去答题室，一个在这儿。好，你俩按照计划书是怎么定的？这个其实，嗯，我们说吧。对，我们定的是我去答。对，因为我们也是经过那个严格的测算的。怎么测算的？我们在网上找了一套题啊。然后看下谁适合在里面选题，因为要选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强的，对，六边形战士那种，哎，综合题，对，所以说他就脱颖而出了。他答了多少道？就是那个63分。哦，六边形战士，一边10分。哦，你们几个都没超过63的。对。哦，行，那还要来20万的啊！所以您是63脱颖而出去答题室。对，您负责？我负责使用我的运气去选择通道。哦、那这个您入选是不是也是因为之前有过测试？对，我们就平常喜欢出去玩啊，到处就是买点彩票。对，最近他的战绩就是很辉煌，哇，中了就好几个彩票都中了。中了多少？20块钱。行，明白了。经过采样。63的去答题，赢20的来放球，严格安排，严格按照数据说话。对，哎，这个创业者好，不错，有一定的这个创业思维了啊。好，那么燕达，哎，现在你就要去答题室了，就靠你了，来吧，燕达。OK， 跟你的伙伴再见吧，来，咱们给他加加油，好吧，给他鼓励一下，走大走强，再上辉煌，耶，靠你了，走，耶，祝你好运。谢谢华老师，一会儿见，拜拜。这样的话，他们第一轮累计的是8521的我们的红包金额。当然了，这还不仅仅是我们最后的数字，他们最终的答题也有可能远远会累计更高的。别忘了，屏幕右边有一个抢红包的按钮，新年幸运，拿走它，也祝你们好运。接下来进入好运翻倍来。这一轮会帮助你们离你们想要的创业的红包越来越近。这一轮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先送你2颗绿球。好嘞。但是在结束的时候，我必须要求你也同样的放入2颗红球。在这一轮中间的时候有3颗白球，这3个白球是需要靠答题来决定它是绿色还是红色的，就看它了。对，答对就是绿色，答错就是红色。这一轮我们的红包池金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最大的已经是50000元。新一年开始，你们想要100000是你们的一个基础数字，对，理论上2个球就可以解决了。我用长达10年的单身换取我们1个50000。哇，10年换50000，哥们儿你是真不知道单身的苦啊。我们正式开始。好嘞，第一颗绿球你要放哪儿？我要放在4号。四号，对，好嘞。那么第一颗球来选择4号球道。第一个球先用我的运气吧，就不用钱拿的，去吧。第一个球4号球道。第二颗球，既然这个球就用钱拿的运气的话，我们想勾到那个50000。对，5号。5号，定了。好的。钱拿，加油，加油。5号球道。4号5号，我们来看看能拿到多少。4号5号，2个球道，开球，开始了。2个球现在互相有碰撞，然后都在往中间，都在往中间。第一个球道2万5000，下一个，哎呀，可以，完全可以了，2万5000，不错，目前拿到了33522。对，前面拿的10年单身保住了，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OK。
这一轮的题都是三个选项了，比刚才难一点。来，先看第一题的三个选择 ：A. 金角大王 ，B. 南山大王 ，C. 牛圣婴。无敌，这里边无敌，这为什么第一题出现啊？第一题是不是不能加倍？第一题不能。哎呦我天哪，这题陈达真的是无敌，这个选项是吧？首先看到金角大王我就知道这是西游记了啊。陈达是资深的西游记的迷哦，家里面服装金箍棒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纪念品全部都有，他都有金箍棒好几根，好几根，每天都五几根一直玩，看上去是那个稳的，这一定 稳非常稳了。挑一颗球，如果你觉得它稳，放在一个最容易累积高额奖金和红包的赛道。七号。七号，对，好的，来。哎，为什么不能翻倍啊？陈达就很放心你走了，七号。七号球到。你怎么这么表情那么迷茫呢？因为他啥也听不见，他一个人在那儿，那个地方啥也没有。现在把题目交给答题师。2022年初，人们为了美好寓意，会使用《西游记》中哪一个角色的剧照做头像呢？完了。哦，哎呦天哪，这正好过到我枪口上了。哎呦，这第一题就《西游记》，我天哪，这真好兆头。然后这道题其实。别犹豫了，快选，会吧？这道题难点其实在于，就是这个金钱豹，它到底叫什么大王啊？就是南山，其实古代文化里指的就是终南山嘛，终南山就是道教的一个很牛的一个地方。这个豹子精就是给自己起了很大的名儿啊，所以叫南山大王。这个选 B，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直接点，我锁定 B 选项。这是本节目开播以来在答题室最会抢镜头的答题者，早就知道答案了，就不是我。我还以为我就是主角了，没想到他还是老板厉害，还是老板意识。这道题他们答对了吗？毫无疑问，南山大王。七号球到，来，三、二、一，开球！来了，来来来，现在往大金鹅去，好像开球轨迹不太理想，不是特别理想。现在往小金鹅走，好像又要是还可以。五千，少了个零，哎，勉强可以接受。啊，现在是38522，到目前为止你们掉了一个上一轮的最高金额啊。七号，数据统计不好使，这一轮运气偏向另外一边了。对，可能刚刚就是没有使出我的运气，把陈达运气运过来了。对对对，还是要靠你自己。对，还靠我自己。接下来咱们看第二题了，先看三个选择。好。完了，这什么玩意儿？嘿，0.5克。B 0.68克 ，C 0.2克，哎呀，他这个题很怪啊，这个不好看。对，0.68克和0.2克，这个奇怪的数字不是整数，0.5或者1，我觉得他可能就会迷惑。这道题你可以选择翻倍。冲！赌一把吗？赌一把，翻不翻？翻。确定啊？翻。翻。对。就其实不管他答对答错，我们都选择翻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想的是 double 之后，即使运气差了点，错了，然后全部扣完了，我们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还可以搏一搏。如果说我们运气好，答对了，而且都进了5万，我的天哪，直接就把我们的梦想完成了，就往前走。对，光脚不怕穿鞋的。对，所以不管什么题都翻倍。对，翻倍。好，翻倍两个球，去哪个球道？去。6号，为啥是6号？因为6号离5万还是最近的。好漂亮，这个答案简单明亮。我用我的运气了，现在用了我的运气了。夏天的运气。第一个球，6号球道。再用一用，10年单身吧，这个没用过，没用到，我觉得可以用一下。陈达，靠你了，一人一个球。这两位，这道题能答对吗？来，题目交给答题师。1907年，国际商定以克拉为宝石的计量单位。那么我们常说的一克拉钻戒，等于戒指上镶有多少克的钻石呢？还有，哎，这个题是没结过婚的不知道啊，这个。
是不用结过婚，买个钻石就行。十年了，真不知道，就是大家都说一拉克一克拉的，谁知道？啥一拉克一克拉？一拉克那是国名。克拉是单位，0.5克，0.2肯定排除 C 先，不可能太少了，0.2克，0.5，0.68，哎呦，克拉的话，克拉它是，我觉得它是国外的，肯定是国外引进的。对，数据就不一那么精确了。对，行吧，行了。哎呀，不编了，就选 B 吧。啊，我也选 B。我锁定 B 选项，还是 B。好嘞。有人都鼓掌了。对了吗？完美。这道题他们答对了吗？哎，可惜了。正确答案是 C， 0.2克。哦。1克拉就是0.2克钻石。经验少了，对，而且你想，那是戴在手上的，对，不会太大。对，你是一克拉就0.68克，多大了？对，那2克拉那么大了，啊，那玩意儿那还是首饰啊，对，那玩意儿是开锁工具了，是不是？确实，没考虑那么多，哎，还是经济上的。你看6号球道2个都变红色了，位置给你定好了，1和10，是吧？对，咱们来了啊，开球。哥，有一个。第2号球还不错，两人交换了位置，看一下，现在还在大哥的区，第一个，刚好把你之前累加的全扣了。我知道了，10肯定是我的，钱打肯定在乱我，去掉了25010块，目前红包金额13512，这轮只剩下最后一道题了。哎，注意啊，注意，有点紧张，待会儿还有2颗红球的。对个，对啊，2颗红球。我们先来看第二轮的第三题，3个选项，来。好。RBX。啊？你怎么喝上奶了？啊，你这么淡定吗？哎，能不能给我也个奶？看他喝，我也好想喝。我也想喝。你从你身后拿，你旁边有。啊。那啥呀？不知道，3个英文字母。这有点。超出我理解我范围了，翻不翻？翻，这轮是翻3倍啊！翻3倍吗？三倍，去哪个球道？那我就选5。5，还是选离50000最近的。好，来吧，3个球。能给我一点运气吗？这运气太背了。来，再来点掌声，掌声越大，这个球必须赢。但是如果答错了就进10，好吧？好，10已经是最好接受的一个。乖乖，去吧。2个，有点下不了嘴，不听了，去。3个，好的，把题目交给答题师。人民币里每张纸币都有自己的编码，作为他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证。那么，在我们的人民币编码上，不会看到哪个字母呢？完了，好久没看到过真的人民币了，不是。这题也太难了，找着我第一题我就会个第一题，我天哪！夏天，你快来救救我！我也不知道啊。袁奇，龙哥，快来救救我！这人民币多久都没有摸了？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这个都不怎么用人民币了。想想你的红包，过年红包钱。说实话的话，这3个我都没见过。RBX， 我想想吧啊。哎呀，我的天哪！哎，这我爸我妈肯定会呀、啊，这题。我天哪，早知道带我爸我妈来了，我天哪，他们对钱肯定熟啊。怎么这么煎熬呢？哎、我这是不尊重人民币啊，这么说，对不起。你那63分怎么得的？对不起啊，大家，我做题就是慢。这3个都是偏厚的 ，R S T U V W X Y Z。啊，26个字母也不太熟悉。现在大学生到现在还背字母表呢啊！X 身份证都有 X 是不是？哎，不对 ，X 应该有吧 ？X 代表十啊 ，X 代表十，罗马的话 ，V 代表5啊？那 R 不代表啊？要这么说的话，那应该选 A 啊？这是希望我分析是对的啊！你这个错了，别怪我，我真尽力了。怎么怪你？我这把理性一把，我选 A， 对不起，我锁定 A 选项。完了，可以。可以去他那个地方把他教育一顿吗？暂时不行，但你可以在这儿教育。我再爆料等会儿，惩罚一下。
在人民币上我们看不到的英文数字是哪一个呢？他们答对了吗？相信你，绿绿绿。哎，这道题就是典型的什么呀，想多了。人民币上有的英文字母基本上都是用作汉语拼音。对，我想 RMB V 就不是汉语拼音，我们只有乌鱼是上面两点、V 不在汉语拼音系统里。哦，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人民币上一定看不到的字母就是字母 V。 哦，长知识。那我长知识没用吗？你们这一轮掉了几个红酒啊？三个，两个，两个。你们这一轮掉了七个红酒啊，完了。能不能撑得过这一轮啊？能不能撑得过这一轮？五号球到，两个一吧，请开球。俩杀一，杀一，杀一，杀一！现在有一个往大面额去了，有一个往大面额去了，有一个在大面额，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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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0,000，你现在还剩下的累计金额是？哎，这，哎，不知道说啥好了。你们花了节目1/3的时间，从零回到了零。我们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本来呢，这一轮你们还有两颗红球的，但是鉴于你们已经零了，这红球我们就省略了。哎，太好了，那相当于是有福有祸，虽然这个福不太大，也算小福吧。哪有福啊？我就没要你的钱，那是有福啊。安慰一下自己嘛。好吧，这是开创了本节目到第二阶段以来最差的成绩。当然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为止你们的线上红包累计是零，不过千万不要犹豫，因为你们还是有机会通过发送弹幕来拿到更多的奖励。右边有一个抢红包的按钮，请注意随时准备，它仍然可能给你带来新年的好运。接下来进入第三部分，好运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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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必须给我冲。第三轮你能累计的最高红包金额已经到了100,000元。第三轮一开始的时候，我会送你四颗绿球，开心的。当然了，结束的时候你要还我四颗红球。没关系，四颗就四颗，还得起，肯定到时候肯定还得起。对，一个10,000就超过刚刚所有了。对，对吧？其实我们花重金请了一个计算机学生来帮我们统计一下这个啊，我们得50,000的几率是20%到30%。嗯，那很高了。对。得10,000,000的几率是20%啊，如果是200,000的话，就可能5%了，就是，所以我们就200,000不太奢望，最重要还是100,000，就是心理建设，就是100,000，对，20%的几率，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握住。没关系，靠3道题就可以了。好，中间你有三颗白球，那三颗白球代表着3道答题机会，答对了是绿色累加，答错了是红色要扣掉，明白了？明白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运气现在还没有怎么用出来，主要是看陈达这个答题效果，得把它整出来。答题效果是相当一般的，对，再靠他可能要 BBQ 的。但我也传不过去呀、啊，我那个运气。先从四颗绿球开始，顽强拼搏。第一颗绿球去哪个球道？去，还是去四，稳妥一点。然后剩下，就是2,3,4,5。2,3,4,5，对，别急，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先看四。看四的金额再决定下一个。好好好，可以可以。把球投入4号球道。来鼓掌鼓掌好吧，鼓掌好吧，太紧张了，这个球。4号球道第一个绿球，累积从零开始，现在开球。还不错，好好好，往大面额来，大面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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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是3万，有机会3万，还可以。万巨杀成塔，运气是守恒的，对，现在差了一点，没关系，开始反弹。对，对不对？我们的创业已经有了1块钱，谁不是从1块钱开始的呢？对，还是那句话。我们从零开始就要有从零开始的觉悟。对，只是没想到从零开始第一步只走到了一。哎呀，我的天哪。来第二颗绿球。我也不稳了。七。七。数据不实用。数据不好使了。冲冲冲。
走，设计什么玩意儿？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待会儿红球也要从七那边掉下来的。先搏一搏。真不管了？真不管了。行，七，去吧。第二颗绿球了，信号球到，开球。啊！再来，再来，再来，试试看。好的，好的，有机会，有机会，还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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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现在已经累积的红包金额达到了20001元。两万零一。如果你们要租一个办公室需要花10万块钱的话，现在五分之一已经够了。可以租个马桶了，哎，租个厕所。第三颗球来。然后我的幸运数字就是2和7，刚刚七给了我一点惊喜，所以现在选二。好，选二。我相信拿回从左边打到右边，去到10万。去，二号球到，准备，二号开球。好的好的，哎呀呀，去了左边，哎呀呀呀，去了左边，越来越左，越来越左，哎呀呀，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走了。目前21011块，没事，还有机会，没事，你要永远这样想，只要有一个到10万，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好，选一个球道。多好。六号，这边让这六吗？66大顺，六号。最后一个了啊！宝贝儿。好，6号球道。这是他们在本轮答题之前最后一次累积了。哥，只有往右边走才有到十万。右边，去6万也行，好吧？我不嫌弃六万，我不嫌弃4万也好，哥都可以。不可以，中间就不行。对对对，至少比刚刚高，好不好？我不刚刚就不怪你归零了，好吧？现在丢个六，我都原谅你，就这么说定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跟一面墙说话，说的这么认真。6号球道，开球。又，好漂亮！好球，还可以。啊！听你们的。完美，夏天最棒，漂亮，80011元，我现在开心了，对，但是待会儿你要还我4颗红球的，没关系，还用吧，还得起，到时候肯定还得起。现在我们开始答题了，陈达，我现在对陈达嘱托点啊，你一定要发挥出你211学校大学的实力，不要给大家大学生丢脸，好不好？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第一题的4个选择。哎呦，我天哪！刘某，完了，简子豪，完了，孙亚龙，韩金龙，这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的名字。对，但是他不熟，他不玩啊，游戏完全不了解。完了，现在有不玩游戏的大学生吗？哇，他游戏真的一窍不通，他什么都不玩。他可能之前想加入我们玩游戏啊，但太菜了，被我们就是慢慢的。友好的语言就是稍微对待了他一下，他就可能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那这道题看来是盲区。怎么说呢？有可能选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每天都会念这几个名字，哦，就不知道到底听没听过，哦，希望他听过，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冲击一下。那你说几号？一号吧，一号。把球投入1号球道。还是希望也能答对，毕竟。耳濡目染的，知道我们这些打游戏的。把题目交给答题师。LPL 名人堂是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的荣誉殿堂，将评选出有杰出表现或有突出贡献的选手和从业者。那么在2021年入选 LPL 名人堂的前英雄联盟职业选手是谁呢？这个都不用选了。对你来讲不用选了，对不对？真的不用选了，这太简单了。来看看这张尴尬的笑容。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第3轮了吧，夏老师，你应该被淘汰吧？淘汰的边缘。这几个人其实眼熟，听过，但我真不知道是刘某还是简子豪，但是我觉得是简子豪。3短1长选最长，3长1短选最短呢。哎，我记得是不是就是有个 PDD 是不是？哎 ，PDD 是叫啥名我不知道，但他是不是入选过这个？就好像是，应该就2021年。
对，就是一个主播是直播的，他说话挺有趣，挺有哲理的。对，他叫刘谋，他叫简自豪。他叫他真不知道这个，简自豪吧，应该是吧？哎呀，第一反应简自豪，这名就熟。这哎呀，孙亚龙、韩金龙就感觉大众，就是不想选。简自豪的话，就是他还得罪了两个人。这个名，选最短，选最短哥。A 选上一道题选的 A。哎哎哎，行了，这道题。哎哎，不能靠这样判断啊！这道题选 B 了，行，我锁定 B 选项 ，OK。加油，你加油！哎呀，这就像有人拿到钱不要钱，拿到钱不要钱，揣兜里了都，这个掏出来了。来，这道题他答对了吧？哎呀，对大部分人来讲都知道了嘛啊，人家是 A 嘛，刘谋嘛啊。对，其实背景都说对了。对，但是就是没选对。哎。就跟课上的知识一样，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还是不知道，所以创业还是要知识面丰富。对，来吧，红酒了，哥，去个一吧，十都行，一百都行，我看得起一百，我最喜欢一百块钱了，一百块钱最喜欢。开酒。哟，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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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就扣了一块，好，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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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金额是80010元，抽准了，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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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惊无险，对，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啊，下一道应该他就会了，对，连抽了三道了，对，到目前为止你们答题就对了一道，哎，这么该交给他的，那63分怎么得的？有水分，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还派了一个最能答题的，来，我们看第二题。两位、三位、四位、五位，这个、这不好猜，这不好猜，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按照你们刚刚既定的战略，这道题你们翻倍吗？他表情这么凝固呢？你能不能给我点信心？他当然凝固了，他没有一道题会呀，他不凝固啊。不靠谱，哎呀，不行，听见没？冲着，冲吗？冲吧冲吧，那就冲！哎呀，冲！全军出击！我现在 double double， 去哪个球道？刚刚选了一是吧？对。哎，我的天哪！一刚才就少了10块。四，选个中间的。选四是吧？对，选中间。确定啊？对。好，来，丢2颗球到4号球道。好球，去吧！漂亮，好球！再来一个，漂亮，好球！把题目交给答题师。张新成、张新义、张新宇、张雨熙、张若昀、张含韵、张涵予、张艺兴、张艺兴、张雨绮，这十位艺人中有几位是男性呢？终于有一道会的题了，感谢节目组。啊，他会。哎呀，谢谢大家，冲了就冲，就是冲，好吧。谢谢，可算有一道正常的题了。那前几道题真不太正常，那钻石、那人民币编号，那我真不会啊。这个好在这个还能看一看，这个是还行。张新成男的我知道，张歆艺女生，张歆予女生，这歆予肯定是女生，张雨绮女生，张若昀男生，张涵予、张艺兴女性，哎，张艺兴，上。男性，张艺兴挺火的嘛。哦，吓我一跳。张艺兴女性，张艺兴男性，哎。所以，综上所述，张新成、张若昀、张涵予、张艺兴，这个题是不是考验我绕口令？是不是？这四个是男性。张新没问题吧？张新没问题吧？哎呦，心里面有一颗心放下的感觉。我锁定 C 选项，这把不会错。妈呀，原来我们有这么多姓张的艺人。张新成、张新义、张新宇、张雨欣、张若昀、张涵韵、张涵予、张艺兴、张艺兴和张雨绮。哇，他们要是出现在一台晚会里，我都不想当这个晚会的主持人，太难介绍他们了。哇，这道题他们答对了吗？
恭喜回答正确。爱你大哥。幸好啊，你谢谢观众吧。啊、两颗绿球，来同时从四号掉落。哥，四号开球。哥，大哥，哥。好的，好的，有一个在往右边。又又又又。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又又又又，你那个两万。一万可以，好嘞，三万，三万，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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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目前累计的红包金额达到了120,010。哇！哎呦，我天哪！就靠一轮，从零元开始已经到120,000了。不忘初心，才有好结果。下一题非常关键，你要面临四颗红球。你最多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累积三颗绿球，也就是说你目前从红绿球的对比来讲，绿球是占着绝对劣势的。对，先看四个选择。好，这个感觉跟影视有关系，了解吗？对，我感觉有关系啊。潘贝吗？不翻了，不翻了。同意翻倍的举手来。妹妹们，妹妹们，女性都认为不要翻，是不是？男性都说管他的，先翻。反正你的决定是不翻倍。选哪个球道？再选我的二，再选我的二号幸运数字，好不好？好，选二。哎，不对不对，我幸运数应该是三，再来个三。你的幸运数字一到七都是你幸运数字，我都不信二号了，二号给我太大的失望了。好，三三，乖，三号。最后一题，请把题目交给答题室。古代婚嫁习俗中，父母在女儿出嫁时会送上一对耳环作为嫁妆，其寓意是什么呢？耳环作为嫁妆，这个选项的话，哎，也不知道夏天会不会加倍啊。他不会，幸好，幸好没翻倍。对，这个选项看不出什么端倪，我觉得，嗯，我觉得啊，古代文化常识里面，就是很多是跟谐音有关系的，啊，我觉得耳环跟环有关系，环就古代回家的意思，而且常回家看看，是五个字。这个时候你晓得用三短一长选最长了。剩下几个都是四个字，常回家看看见很突兀。你磨死我了，选一个吧。我锁定 B 选项，常回家看看。确定吗？最后一题了，这道题他们答对了吗？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完美。其实很简单，耳环就是儿环，儿环哦，就是女儿常回来看 看，哎，是这个意思啊。好，三号最后一次累加，三号开球，哎，右边，好的好的，再来一点，哎哎哎，又，好的好的，再来，哎，漂亮漂亮，哎，差一点差一点，漂亮漂亮，好的好的，完美完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三万也可以，三万也可以可以可以。现在他们的红包已经累计到160,010元，离200,000都非常接近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的节目里边不会空手而归，我们会给每一组参与者一个保底红包。保底红包的数字呢，是你们第一轮合力拿到的红包加上你们答对题目的总数。你们拿了8521的第一轮，六道题对了三道，每道题给你们2000的红包，加6000，也就是说是14,521。现在你们有160,010，当然了，这里还有四个红球，不知道啊。对，我有一份保底合约。现在呢，我会把你的保底合约传给你的同伴，他要是签了四个红球，你咋投14,521？他要是撕了，那四个红球投完以后剩下多少你们就拿走多少。还是得相信我的运气，看红球有没有机会。问题是你觉得他会签吗？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签，作为我们团队的老大
我相信他相信我，然后也是我相信他一样。好，这个信任非常重要，在合作当中信任绝对是最重要的基础。对，看看他会不会跟你相信他一样的相信你。哥，看你了，把合约传到妲己室，这就看他对自己有多大信心了。因为错误率高就是个挺大的问题。搞不清楚状况吗？现在把撕掉，拿出来的时候顺便把撕了。啊，不用剪了，不用剪了。哎，看都不用看了。他做出这艰难的决定了。其实说实话，我的感觉不太好。对不起大家，就是这六道题吧，用蒙的方法分析占多数。对，咱们第一轮得了8000多块钱。对，虽然就不是很多吧。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开心就好了。对，就我过程中表现的一般。对，我没有信心对自己。完了，你要有点自己的野心好不好，老大呢。所以其实我的倾向是完了。哎，怎么没了？听着像要签呢。完了 BBQ 了。以你们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没有签，但是他这么说话，我就他那个转折感觉像是要签，对对不对？哎呀，各位，差距比较大，因为一个只有14521，一个有可能有160,000，至少100,000左右吧。我现在得到消息了，有了吗？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协议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回来了。重庆来一个来吧，我签一下吧。他不信他的，他都不作数。协议在里边，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签了还是撕了，我也不知道。咱们这样啊，咱们先把四颗红球投了，一颗一颗投吗？一颗一颗投。好，然后再来看他签了还是撕了。4726是你刚刚选的数字，咱们先从4号球道开始。目前是160,010元。来，4号球道。好球！好球！4号球道。来，哥，左边，可以吧？我四关就好了。来，准备，开球，开球了！走吧！好，不错，还可以，走，再往左一点，哎，别往右走，哎，差一点，BBQ 了，去掉600,000，不要急，现在还有100,000，还有什么目标？还在你们的目标之内，对不对？没事，没什么底气了。下一个是7号球道。7号球道的正下方也有110和1的。一吧，一，来别投一，7号球道，听见没？别投一啊，必须得一，别投一，我直接给你喘个气。也是个好球，来7号球道，来准备，7号球道，开球，好的，再往右边走，好，再走，好，哎，别回去，好，漂亮，太漂亮了，七，我的幸运数字，漂亮，现在。将好10万，好了，好，将好10万，好兆头，来2号球道，二刚刚错怪你了，你肯定是我的好 boy， 你是好 boy， 他是好 boy， 去吧，二，来，连过三关，2号球道，来，开球，一，耶，哎。好，往这边走。哎，可以接受。3万，下一个是6号球道。哎呀，我的天，66大顺，一，大家一起喊一好不好？喊一，一，啊，去吧，这个气啊！6号球道，哥，一是我哥，好球哥，来，来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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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宣布开球来。三
二一，干掉！来了来了来了！对对对，好好好好，再走！完美，老弟子，哎呀，太好了！运气站在我们这边的。好了，四关都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现场累积的红包金额是69900元。哇！非常接近你们的数字。对。现在的问题就是，啊，他签了没？他签了没？他是签了，在坐过山车了，大哥。咱就白高兴一场，你们还有14000，没签就69000。他肯定没签，他肯定没签。对。来，我们现在把他请回舞台。欢迎你，欢迎你。下，怎么了？前面三道题对得起我吗？来，你俩一人站一边。快毕业了啊！你们四位都是大学四年都同寝吗？对，这四年同寝的好兄弟。说实话，有过这个经历的就知道，一个寝室的朋友啊，对，很有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兄弟了。对。四年处下来，最好的青春时光在一块儿。一般来讲呢，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好兄弟分开的时候。对，那要分开一段时间了。你们四个不太一样，决定一块创业了。对，这可得互相信任。所以，在揭晓这个之前，不管成绩怎么样吧。好，有什么要跟大家说？跟对方说的吗？没有，其实就是，哎呦，其实就是说实话，一直就是，想跟夏天，包括两位那两同学，有很多话想跟他们说，但是就每次，就比如说找他们出去吃饭，想说一说我们这个事儿，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玩玩闹闹，说的都是废话，对不对？这种事儿不好意思说。但其实说实话，我特别感谢能够在大学里能遇到夏天，对，因为。我有想法拍视频，夏天是一个很爱演的人，他愿意陪我起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也是不管大家的周围的目光怎么样，只有夏天愿意陪我一起来做这个事儿，从零开始做，真的这个很难得，就是我觉得他算是我人生里的贵人，真的是，这个话没有跟他说过，不，对，包括那个蒋龙瑞和袁琪啊，嗯。夏天去年还考了研，对，其实他跟我说以后无论你发展成什么样，就是我们一起寝室一起拍的视频，就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就是，就是他说无论以后我怎么样，就是一起拍过的视频，就是一定不要删，就是他以后可以拿出来看，可以给他的孩子看，就是证明我们这段时光。就希望我们能够，我们走在了这个时代的风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个东西来见证我们每一步的成长，大学就业，包括以后你结婚什么之类的。谢谢大家，说谢谢。哎呦，谢谢，哇，有你们真好，真的让我踏实太多了。就是我一开始想听一下陈彦达怎么夸我的之类的，因为他以前不怎么夸我，然后。就我想知道他，我在他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一开始在我心里面，他说他我是他的贵人，但其实他更是我的贵人。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大学生，我以为大学四年会平凡的过去，然后没想到因为他的存在，我大学四年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丰富，然后过了我很多没有感受过的一些滋味。我还记得有一次陈彦达带我去一个活动。当时我还是个愣头青，什么都不懂，然后很害羞，他就一直鼓励我去多表现一下，或者说多出去看一看。那也是我第一次去看海，我感触太多了。我觉得只有跟着他，我觉得才能感受那些东西，而且他个人魅力也特别特别强，我感觉他特别厉害，就不论从什么方面，我觉得他都是我应该学习的目标。然后我也跟他说过视频不要删之类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在我们多年以后，我们翻开这个视频之后，我发现我大学还疯过，还闹过，还和他一起有一个最坚实的兄弟情。其实这几年走的其实没有那么轻松，因为对他来说压力特别大。我以前也尝试拍过小视频，然后
真的想创意拍摄镜头，整晚整晚的睡不着。后来我放弃了，我就想单单的先简简单单的演一下就行了。但他包含了所有工作，就特别不容易。我就觉得我能配合他，我就要配合他，因为这就是兄弟嘛。然后他说以后创业，我唯一想法就是，我其实虽然我家不富裕，但是我吃喝不愁。我想以后给我留口饭吃，我都想陪你一起干。我就觉得这也是我热爱的一份事业，然后也是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表现自己，让我有这么多大家这么多认可我喜欢我。然后我也特别特别在意这段兄弟情，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泪点有点低，或者说有点想太多的人。然后平时有时候会想和他的在一起的那种荣幸感，就特别让我每晚每晚的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普通，但是因为有他而在，我变得不普通了。所以谢谢你，谢谢他。啊，好让人感动的一段话呀，就让我回忆起了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啊。你知道的时候，男生是很简单的动物，就是为了一腔热血，为了兄弟，为了彼此认可的勇气和友情，可以义无反顾的。祝贺你们，在大学里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非常好的朋友。你们用视频证明了自己的青春，也录下了自己的青春。给他们喊一声加油好吗？来，三、二、一，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知道你们都来自普通的家庭，你们都不是特别富裕，所以在创业路上要准备好很多很多的艰难，可能比大学时候更艰难。比如说一开始的资金就挺难的，这都没办法，但熬过去就是春天了，对吧？就比如说你们要是签了的话呢，你们只有14520亿，你要是没签的话，来夏天你告诉燕达，他要是没签的话你们可以拿多少。我想再说一段，如果没签，我以后的儿女认你爹干爹，签了的话从此是默认。开玩笑，没问题，你认我当干爹了。别，那个，如果你没签的话啊，我们就有69,000，这么非常接近10万。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要不是你的正确率太低，你们都可以有20万了。哎，我天哪！因为一共6道题，你错3道，太遗憾了。所以你签了。对不起，夏老师，你不会怪我吧？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回去，我死了！必须得死的！相信我，他选择了撕毁了协议，按照你们的计划书，撕毁了协议。祝贺你们，你们获得了69,900的。对不起，刚动你了，动你了。左打左枪，再动了，耶！当然也恭喜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你们此刻也可以分享69,900的线上红包，点击屏幕右方的抢红包按钮，把新年红包带回家，也祝你好运。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也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好运梦想之墙，谢谢大家。当然也感谢我们的节目合作伙伴帕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纯零蔗糖酸奶独家冠名播出，谢谢所有朋友的观看，也祝您好运。好了，谢谢大家，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在爱奇艺继续发红包，朋友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现在的感觉就是，哎呀，就是刚刚归于平静，刚才一直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太激动了，我的天哪，一会儿起一会儿伏，真的心脏完全有点受不了的感觉，我已经特别激动了，我都跳起来了。当陈彦达出来的时候，那个表情，我以为他签了，后来我就想，我应该相信你，你也应该相信我，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没有签，但是心里没底呀。其实我都想好了，我最后公布答案之后，我就说理由了，就是选择相信你，所以撕了，对吗？默契，真的是默契。但是你可没看到，在节目里也没看到。喝一个君乐宝简纯酸奶，答应了，庆祝我们的圆满成功。好喝。
让我们欢迎这一期的这一组嘉宾登上舞台，请。Hello， 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我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又是来抢红包，又是来给我女儿找一位帅气的、高高的，综艺的郎君。我跟你说，这道题呢，你是可以选择翻倍的。家人们翻不翻？大声点！帮我吹。啊，球皮卡皮卡！来吧，超级皮卡，求求你了。开球！皮卡皮卡，加油！哇哇哇！尽在爱奇艺综艺电视大屏，看好运梦想之墙就用奇异果 TV。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大眼睛，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合作媒体智娱想见你影视聚焦异样飞行咸鸭蛋生活杨子巷驴火娱乐成果娱乐第一视频全新娱乐完美。嗨，开球，来来来来来来，二王国，哦，来来来，来又又又又，咱们来来来，来三万三万，漂亮，漂亮，哦哎哎哎哎哎哎，哟，哦。红包已经累积到160010元，所以谢谢你，现场我死了。啊啊！